回到家里已经四五天了，一直是阴雨连绵。今天终于天晴了，出太阳了。结果我跟小郭一起床，我爸我妈已经不在家里了，已经去地里面摘花椒了。我们俩赶紧洗脸刷牙，也去地里面转一圈。这是我们这一趟着急把火赶回来的最大目的，夺嫡之路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好好表现，帮忙摘花椒。表现好了，我爸一点头，那以后大家可就不要叫我花椒王子、花椒二王子了，直接荣升为太子，以后掌管这五亩多花椒地的决策权、生杀大权啊！以后可就不是老郭了，见我们俩可就不要叫老郭小郭了，要叫老郭总、小郭总，知道吗？赶紧走吧，现在都已经九点多了，咱要再不过去表现一下，爸跟妈他们就回来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把我的电小二户外电源要拿出来，赶紧充电。它在我未来夺嫡之路上将要发挥它重要的作用。这是我入手的最新款的电小二户外电源1000 Pro， 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快充，双快充，家里面的插板上给它充1.8小时。也就是不到2个小时就能充满一度电呀，最大功率1000瓦，而且你要是在户外配合上太阳能板的话，也是1.8小时就能把它充满。我的工作主要是卖花椒，所以未来可能要去地里面给大家直播，给大家展示我们家的花椒。那把电小二拿到地里面，它是车规级的智能控制系统，而且呢9级防震，我带到地里面都安全可靠。到时候要给我提供照明得有吧，充电得有吧，一系列包括我的无线网络插在它上面都能给我提供。把它的电充上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新款的电小二户外电源样子更洋气了，更好看了啊？而且我还发现这居然是个灯，很亮啊，作为露营灯绝对可以啊。而且呢，咱不仅仅是花椒地里面用啊，等咱下一趟要是出发把它一带，你想一下，在外面露个营再吃个火锅，对不对？小彩灯一插，载歌载舞玩起来多爽啊。好家伙，这才几分钟，刚才是35%的电，这已经40%了，充电确实快啊，牛。等我从地里面混一圈回来，电就满了。走，这就是老郭将来要继承的产业。这边都是摘过的花椒地，这边还没有摘呢。看这花椒，3行4行，摘了1行半，还有4行半。摘花椒吧，俺的花椒结的确实可以，密密麻麻的。妈跟爸他们两个人，一天摘不了4个树。难摘的很，全都是刺儿，看到没？妈在那。啊、哦、好。哎呀妈呀，这烦太太了，我的心啊！所以要你过来看一下，赶紧帮忙摘吧！一天光知道打嘴炮，我跟你说，一天天的。我都说了，我是过来看一下。锤死你！妈带石块回家。这肚子不落，看你的对这个。黏糊程度哎！哎呀，真美这脚。树放轻，不要不进捏，引起把脚捏的放飞，放飞就发黑。听见吗？保证它的，还要保证它的颜色。榴莲倒是现在摘这一副。还有一个籽没摘完呢。对呀、啊。哎呀妈，那确实是慢。花椒就是这点不好，需要人工一点儿点儿摘。是的，花椒现在没有机器摘。有没有广大粉丝需要体验农家生活的？免费，来我们家地里面，免费让你体验摘花椒的蕉农生活，好不好？但是花椒不能带走啊！看看这鲜花椒的颜色都这么红了，到时候还要把它弄干，然后把籽儿去掉，把杆儿去掉，精选，然后就会更红更好看。哎呦，
侬还了个叶子。哎，我干活真的太不熟练了。哎呀，真费劲啊！我用了这多长时间，我就摘了这么一小枝儿，特别特别慢，我手上也慢。老郭还行，这一大枝也快摘完了。我也不行，我基本上落下去一个声音，妈那边都能落五六个，啪啪啪的往下扔。我现在分配到一个简单的任务，就是捡这里面的叶子，把里面的叶子给弄出来。就是说我摘花椒的技术不行，只能做这种小活儿。腿都给我蹲麻了。我们俩速度虽然慢了点，但是你看我们俩的质量是不是蛮好的，一片叶子都没有，跳得干干净净的。哎，这有一个，尴尬了。那你这个老妖呀，是吧？30多岁了，小娃儿呀，还有妖呢。32岁都过了。哎呀，这看年龄啊，咱永远都是小娃。哎，这是我今天的功劳啊，两大垄。这垄是你的吧？这种都不是。哎，这还有一小路，这是那叶子没见净的。好，我领我俩走回去，你开车回吧。这就是我爸我妈他们今天早上两棵树的成果，总共就这些。前几天一直下雨，他们都没让我们去地里摘花椒，我们俩就在家里弄饭。今天饭也没弄，我们俩现在去买点吃的。咱们去地里一个小时了是吧？你看这个冲多少了。100%，35%到100%。哦，好快呀，一小时。行，咱们俩赶紧走，去街上买点吃的去。羊肉泡，走走。